他是马偕小儿科主任尤昌宪，他是台东地区唯一的心脏科医师，也是他让台东地区有了24小时的儿科急诊和加护病房，让小朋友不会在半夜发烧的时候找不到医师。他不但专精于心脏内科，对于各种儿科的疑难杂症也非常的内行，可说是十八般武艺，样样俱全。十多年前，他从台北轮调到这里，原本以为3年后他就会离开，结果他发现这里的人都需要他留下来。现在他把全家都移居来台东，他发现这里的土黏到他一点都不想走了。